这是老爷子今天又来了，今天又来锻炼来了。您回去了啊？哦，今天我又过来看看老爷子。啊，真棒！我说老头儿真棒。啊，是你小区，是你小区的一面旗帜啊。对，对，身体太好了是吧？对，他说我昨天来问，他说是这个锻炼身体啊，不赶在人多的时候锻炼，所以说他就每天是8点来钟过来，因为早的话这边这个地方人太多了。哦，对对对。我说老头儿真棒。真棒是吧？您都认识老人家？前年，我大前年，大前年啊，有两三年了没见着了。啊，两三年，你知道他上哪去了吗？不知道。两三年在回老家的那个养老院啊，在老院待着呢不自在，我这个约束力太强了，因为把老人的框的那个，老人讲是把他这个关在那个房子里不让出来，这样的话太不自由了，所以老人还是锻炼惯了。对，他喜欢锻炼，而喜欢这种。过这种无拘无束的这种自由的生活，所以又回到银滩了。一到银滩，这老爷子可高兴了，你看。可棒了，可棒了，是吧？我们有那两三年以前呢，也是在活动认识。啊，活动就认识了啊。刚刚在这儿活动。对，你在这儿买房子多少年了？我们在这儿买了六七年了、六七年前就认识老爷子。对。哦，哎，老爷子，我麻烦问个问题啊，就是您是哪一年退休的呀？我是。79年3月份退休。哦，79年3月份就退休了。哎呦，那退休到现在也40多年了，42、43年了。对对。哦呦喂，您那个，您还记得您那个退休的当时退休工资是多少钱的退休金？那个时候退休呢，30。那个年龄的工龄还没有到。哦。100工龄是有超过了。嗯。这是。为了那个小孩顶替，提前退休。你为了小孩顶替，你提前退休了。是。不到40岁，不到60岁退的休。年龄不到，本来嘛，100工龄。加那连续工龄。那么本身个年龄个30嘛。当时呢，给了多少钱退休金？你能记得多少钱吗？那个时候呢，还落的时候，那个人我比较还心慌了，比较少，该我还没有正规的情况，那可是退休的时候的各个单位的什么都不同程度的，后来呢？后来给了多少了？后来呢？我是本来人是高工资，高工资的时候嘛，那么高工资我们。到了无锡去，他地方呢有一个政策，所以高工资呢一般没有什么奖金，没有什么网络工资，都没有的。那个是你工资本身高嘛。对，你本来工资很高是吧？你在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工资多高？多少钱啊？以前呢，来了上还是工资高得很。你是多少钱呢？当时？那个辰光呢，一直是单位的。150个单位大概是要150多块。当时是150多块钱，那很高的工资了。对，到了车家总的建设，按照那个国家的规定，把上海的工资呢保了一部分。把上海工资保了一部分。割掉一部分。割掉了一部分啊。到汽车上那个时候是就。拿100多点啊，就是当刚退休的时候就拿100多点了。一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呢，规定国家规定，5级以下啊，你保证上海的一部分工资啊。那么5级以上的，个级别我那个时候的6级呢啊，6级是也比较少的了啊，一年半以后呢，再割掉。所以是后来这个事情，那个社会影响很大。后来是暴力情况就不同了。譬如说，我们上海在一个厂家出来的，有的到汽车厂，有的到拖拉机厂，到拖拉机厂的情况不同了，暴力上海的，长期暴力，以后先保证上海的，又升级不升级，又升级不给升级了啊，升级升了。钞票不升的，因为他暴力上，上海的工资还高了一部分啊。所以说呢，那个人光不能搞国家要开始嘛，一下子
摸不到头绪嘛。我就说是，您的记得，您刚退休的时候是多少钱？给你给多少工资？我工资只有那个人我到一刀那面，本来一百多块，一百七十多块。170多块钱。一刀割面就拿到70多块钱。啊，就才拿了70多。哦。后来呢？一年半。一年一年涨。过了一年半，把保险一部分减掉了。哦。三千拿70多块钱。哦，那现就是说，现在的话，您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呢？现在来是5000多点。啊，5000多点，5000多点是吧？那你像老年人，他不是每年都有一个超过多少岁以后，他有一个补贴，今年给你涨了多少钱？对，原来是有一个倾向的，每年的政策，啊，各个时期，各个时期不同，现在是固定了，固定了。现在按照百分比来说是比较，比较那个大家那个平衡了。啊，平衡了啊。过去呢，分来很多的，哦，什么是一个个，比如说83年个3月份一个，1983年个什么规定了，什么那个出家那个老年人，这个来解放以前出家的，他都有，都有不一样，都有规定不一样，是吧？很多的，就现在就是说每个月能够拿个5000多块钱，是吧？那这个钱是你自己掌握的，还是给孩子呀？现在是孩子掌握的啊，你这钱就给你儿子了。因为这时机期到人我里想的，一个没有时间，第二个有时间去不了，去不了了。那你平常你手里有没点钱呢？现在本来什么流水都没得啊，不会的，反正稳定了以后嘛，不大都会的都去。我就说平常你就不去买东西去吧，就买菜呀，买什么东西，你买不买？你不买让孩子买是吧？我原来呢，来了1913年。13年的时候啊。2013年。2013年的时候。那老婆一道住那个儿子，或者他们那个这家庭，我们都老婆两人住的。你是老伴儿啊？老婆那1913年。五月份走掉了。走掉了嘛，后来我自己个人单独生活了好几年，所以每个年才到这里来的。当时是你这房你自己买的？所以说我到了2014年。2013年老婆走了，2013年以后。那个7月份开始，每年到了这里来了6年。每年从2013年到现在，每年都来了6年连续。后来这个等到2017年，2017年的时候，外企的以后我得顶了好几年，这会儿来到养老院。把你孩子们把你送到养老院去了啊？养老院你过得不自在，后现在是去年回来的，今年回来的？今年又回来了啊，又回到这来了啊。到这里来的时候是7月7日。七月份来的啊。你是不是特别想那个地方呀？特别喜欢那个地方。我到这里一个气候适应夏天嘛。夏天喜欢这个地的气候。夏天吃的比较那个阴凉。比较凉快。五十里现在那个时候就那个黄梅天啊。无锡那边有黄梅天是吧？对，不舒服。对，您在这边家里的话，您会不会自己做饭呢？不做了，从来不做了，都是儿子给你做。对的，儿子来伺候您了。那有那么个孩子还挺好。对，我那天不问您，您说孩子都70多岁了。对，70多岁来这个来孝敬您。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他也不容易，他老伴也在跟前吧？他的就你儿媳妇儿。他来了，那个五岁，还没有退休。工作，因为他们家庭重组了，他家里家夫妻重组了，重组合了，重组合了现在跟比较年轻的时候要到今年11月份才退休。他的那个第二个夫人，今年12月才能退休是吧？对。但是现在这个就是他过来照顾你，儿媳妇在那上班呢还。您家好，有这个长寿基因。不过我现在也担心。几十万，那么如果儿子身体好，后有保证，
我身体不好，我很担心。哦，你还有一种这种担心，如果儿子身体好的话，你还有没有后顾之忧？如果他身体不好，你就，他喜不喜欢锻炼呢？他也身体的挺好的。挺好的，那就行啊，都在锻。他平常每天也锻炼身体吗？他早晨他每天呢，这个地方的骑自行车。啊，骑自行车也是受你影响吧，锻炼身体这个习惯。不影响，他卖的我也鼓励他。你鼓励他啊，鼓励他每天锻炼一下啊、哦，对对 对，多好，对，锻炼锻炼身体。对对，可以的，谢谢你们关心。行行，谢谢老爷子啊，好嘞，谢谢好嘞，嗯。